销售热线158-329-23885，同微信。起码要是干的，二手的，中级的，质保啥子？中级的，单方。嗯。现在就是，你干就三个人干，两个人包，这一个人就四个人包。你要俺干的皮还是烂烂，你下次这个饺子皮都是烂烂。最起码下饺子不烂是吧？可以，可以盘盘吧。